节仲有两日就嚟到，大家系咪都忙紧买圣诞礼物，或者谂紧自己会收到乜嘢礼物呢？有商户就同我哋反映，杯呢一种被视为好 hea 嘅圣诞礼物，其实原来喺圣诞期间都好受欢迎噶。究竟点解佢哋嘅受欢迎程度历久不衰呢？